喂，等咗你好耐啦，搞咩咁耐啊？啱啱塞车啊！同学系咪第一次嚟啊？系啊。下一次嚟咧，就可以巴士或者地铁去九龙湾站嘅时候咧，5分钟就到噶啦。下次我会注意噶啦。咁我哋依家带你参观一下我哋学校咯。第一站我哋嚟到10楼嘅学生辅导及个人发展服务中心。咁呢度入边咧就有半天书嘅，同学咧就可以按照自己嘅兴趣咧喺书入边嘅内容咧去拣条适合自己嘅出路。咁同时间呢个中心入边咧都有辅导员可以同你倾偈噶，咁你都可以约时间揾佢嘅。呢度系十楼嘅空中花园，同学得闲嘅时候可以上嚟坐下，欣赏下呢度嘅风景。九龙湾校舍有13层，校舍用咗中庭设计，天然光照明同埋环保物料建筑。是不是肚饿了？等我带你找些好东西吃吧，我们一起走吧。Hello， 我们是 Space Castle， 我们今天很开心见到法神父在这里。我就4年前被邀请做 Castle 的神师，多些认识香港，多些认识有些青年，所以话 OK 啦，可以啦，开始咗啦，又参加几次不同嘅活动。其实你哋 Castle 喺学校平时做边啲活动呢？排到疫情啦，所以其实好多活动都系要透过 Zoom 去进行咁样噶。哦。然后啲 poster 啊，其实都系 post 上 IG 咁样咧，即系咁就欢迎同人嚟参加咁样咯。哦，对对，我谂起我都参加过一个周年大会，网上嘅聚会，两个几钟系啊。我哋第一年上咗嘅时候，家姐嚟打，疫情冇咁劲嘅时候，我哋仲可以出去行山啊，一齐去观塘码头度做义工啊。仲撞到你添咁。系啊系啊系啊，有一次系我喺观塘码头，因为我喺观塘呢个塘区去探嗰啲朋友，就撞到你系嘛、啊，你同埋都入企，哎呀都有你啊。跟住我哋开始就有事星期五一齐做义工，一齐去探访。嗰一次真系我都有啲特别开心嘅，同你哋一齐。我哋过往两年都系类似，就系一齐行山啊，一齐食饭啊，一齐搞下弥撒啊，嘅时间。咁就系我哋平时即系、就是、一种好日常嘅 casual 会搞活动，所以就系我哋 space casual 啦。各位同学，你哋睇一睇呢度下边有一条 link， 欢迎你哋有兴趣就报名。来认识我哋，同埋参加我哋嘅呢啲活动。拜拜。拜拜。